温青宝宝，温青宝宝说你好，请问好。谢谢来看我们 N2 公演的小伙伴们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。耶！流行歌，我其实最想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挑战我的忍耐力，因为我最近就是身边会多一些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动物，然后它经常会蹭在我房间里，在那里好吃懒做，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在提高我的忍耐力，直到我最近真的受不了了之后，我就开始唱歌，然后我在想他在折磨我的灵魂，我就在肉体上折磨他，然后他就很受不了我觉得他应该快搬走了吧，对吗查查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聋了，你现在做什么我都可以忍耐了。对，我而且他就是他锻炼了我特别喜欢唱歌，就干什么都想唱歌。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，来一段，来一个。好的，那就送给查查的吧，然后就是不要说这样恶心的情歌，我不听哦。嗯，好的。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因为真的像个大傻瓜。还有，其实我觉得我唱歌不是很难听，然后就是，对，因为我感觉这个人的先天条件有一些是决定了就改变不了的，就像有的人他有大烟嗓子，他就去做他的烟囱就好了，就不要老是唱歌。金月他说你，金月不好意思兔牙，没想到你也是。然后我不是啊，对，人家不是，人家不是啊。啊，那以后想唱歌的话前辈教你前。对，好的，谢谢前辈。没关系的，前辈应该的，谢谢。